今天呢，要为大家介绍这个叫欧波拉的风扇。那个风扇呢，是它可以挂在颈的啦，之后它挂在颈，然后风是从这边出 ，OK。它的吸进去是从这边吸进去，然后风这边出，然后它是你可以挂住你的腰，或者这个也是可以挂着，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是给你这样站着的，这样站，然后它这个也是给你勾着的。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风 ，OK， 先看这个 spec 先 ，OK， 那这个 model 是 NF181， 然后它的 battery 是 8000， 然后上了3个 speed，OK， 这个是有 USB Type C， 跟，哎，这个、比较旧款，然后这个是 on，OK。这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声音是有点大声了。不过你在耳朵是没有，应该会听不到啦。OK， 大致上就是这样。然后它这个非常可以顶很久。它的一档的转 RPM 有3900，两档有4500，三档有5200。给使用时间，如果开一档的话，可以用到32个小时。这二档可以用12个小时，三档可以用6个小时。这噪音呢 ？OK， 越大就是越吵了。OK， 然后这个插线就是。你充电大概5个小时，它体重是260 gram， OK， 然后你 charge 这的时候是它的灯是会闪的，闪一闪一闪，这个就是 charge， 如果充满了它就会先一直亮着， OK， 大致上是这样。然后这个价格呢，现在是在100块左右了。就是这样了。